precious!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叔。哦，大叔很久没开箱啊，最近比较忙哦，所以没有时间开。哦，今天假日啊，趁这个有刚好有点时间啊，赶快来把这个宝物好、哦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其实这一次要开的这个，各位有看到哎，这是魔戒啊 ，Lord of the Ring 哦。那这个宝物呢是大叔刚好一月的时候跟我儿子过去那个马来西亚。然后去参观那个 Metcalf Coffee， 然后呢，刚好老板有一个宝物，哦、然后要相让，然后啊，大叔有这个机会，然后就把这个宝物给带回了台湾。但是这个宝物啊，辗转，因为大叔那时候包装都放到另外一个箱，然后不小心又拿给别人，然后别人发现哎，里面怎么有一个魔戒，所以他转来转去，然后前几天才又回到大叔的手上，哦。这个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宝物。好，那魔戒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啊？当然就是魔戒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戒指啊。那这个戒指的由来哈、哦，大概讲一下哈、哦。我们在魔戒里面，它整个故事就是围绕了这个一个大坏蛋叫做索伦嘛，哈、哦。然后这个索伦呢，他就是当初就是为了要去做这个魔戒，他啊怂恿他，当然他有他的知识，他有他的法力，然后。去协助那些精灵啊，做出了魔戒，原本是做了16个，好，那16个里面啊，9个分给人类，好，7个分给矮人，然后呢啊，这样就15个，好，然后啊，这样16个，好，然后呢还有3个是精灵自己做的啊，然后有3个，然后呢这个索伦啊，这个坏蛋，好，他早就想好了，他在这个最后他自己用这个。末日火山的这个火焰哦，然后又自己又多做了一个，然后多做一个，其实都跟他其他都一样，但是哎，他把他的自己的用法力啊注入到这个戒指里面去啊，所以哎，哦，他这个戒指哦，就是最强的哦，那索伦之戒呢哦，也称为这个至尊魔戒，他有最强法力，他可以控制其他19个戒指，哦，那这次这个。我们现在拿到这个宝物诶，他这个意象齁、哦、那就是然后、哦、那个索伦这个那时候有戴上那个戒指嘛齁、哦、打仗的时候，然后呢他那个埃西朵用那个剑的那个碎片把他的手给斩了，所以那时候斩掉之后呢他就法力都没，因为他法力都在这个戒指里面，他就消失，然后就掉下来，然后他手指头齁、哦、现在我们现在看到齁、哦、等一下大叔掉进给你看。哦，就是他那个魔戒，然后呢，还有他的段子，哦，这个意象，哦，这个模型，这个作品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象，非常的有意思。然后这个魔戒，哦，这个模型它有什么厉害的？它我们平常这样看哦，你看不出来那魔戒有什么了不起。魔戒我们知道它是金子做的，哦，当然这个不是金子做的，是说那个在电影里面或小说里面它是金子做的，它没有什么。但是呢，索伦那时候有把它注入法力嘛，所以它里面有镶嵌的一些咒文，好、哦、一些咒语在里面。然后那个咒语啊，只要遇到那个高热，或者是你激起它的那个欲望，我们都知道它会控制人、支配人的欲望。只要魔戒，不只是至尊魔戒，什么戒都一样，哦，它会激起你的欲望，所以会腐化你的精神、你的人心，甚至你的肉体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？啊，他那个好、啊，他就会啊，这个至尊魔戒，他就会显现出这个咒语出来，哦，那等一下大叔会弄给你看哦，所以说你现在这样看不出来，要是就是这样一个戒指嘛，一个金金的戒指有什么？哦，等一下很厉害的这一只哦，他这边可以控制，然后把那个灯打开之后，那个咒语就会隐隐的，好、哦、这个出现在这个戒环上面。哦、非常的厉害的一个、啊、非常做的非常好的一个、模型，好一个雕像。好，那现在、大叔这个先、故事先介绍到这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近距离来看一下我们的索伦段子。
欸啊、不要讲索伦断指啊，这样怪怪。对啦，是索伦断指，然后上面有魔戒，就被那个安西朵夺下来那一节。好 ，OK， 预备 ，Go。戒指上面啊，它那个皱纹有没有？它会、突然出现啊！你平常这样看是看不到的啊、哦，然后它突然出现，然后它会、像电影一样的，它会这样隐隐的发光，因为它是那个火山熔岩做出来的，所以它有那个火焰的效果。好、哦，好，我们把它打开，这个是可以打开的，这个是，这都是这整个哈、啊，都是买来的时候就有了哦，它不是另外大数据做一个盒子来放的啊。哦所以他的收藏蛮不错。好，刚我们看到他那个控制在这边，这边他有三段的开关，第一段 off 嘛就关掉嘛，然后中间有个 sensor 是什么呢？这厉害了，sensor 的话，这边有一个感应器，在这边，这边有一个感应器，然后如果你是开到 sensor 这一段呢，当然现在这么远看不到你只要人经过或者是这样这边动一下，就让它感应到的时候呢，这个符文才会显现，就有那种互动的感觉，那如果是开到第三段的时候，它就会一直亮，它就会这边那个像呼吸灯那样，然后亮一下按一下，亮一下按一下，就是这个灯非常的特殊啊。非常的特殊啊，那因为我一拿到，我想说，就一个戒指也有什么了不起，对啊，然后刚把这个电池装上去啊，然后把它打开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有这个隐藏的功能，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算是它的名牌啊，它的介绍，然后它总数量是2500组，大叔这一组是。2228号，好，2500组里面的2228号，好，然后这边它盒子里面还有附这个证书，好，这个是这个公司啊 ，Master Rebecas， 啊，我们知道这个 Master Rebecas 做很多那个电影的道具的那个复刻品啊，像那光剑，有没有光剑？那个星际大战光剑，它做这家公司做很多，而且都还蛮精致的，蛮贵的，对啊，然后这边应该是这个是
这个是我看，哦，这个是老板吧 ，Chief Executive Officer， 对啊，对啊，这是老板签名，好，不错。然后这边有这个魔戒的故事，哦，太多英文了，大叔看不大懂。OK， 不错，蛮不错的一个收藏品，而且虽然哦没有很华丽、很花俏的那种装饰，但是你一看到这个魔戒亮起来，你那个整个感觉都回来，好像你在电影看到或者小说里面那个情节看到的哦，那个情节哦，马上就浮出来哦，因为魔戒实在它整个故事系统的非常的有意思哦。啊，大叔，等一下把那个魔戒再拿出来再看一遍。OK， 好，那今天这个大叔开箱哦，很久没有开的大叔开箱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。好，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魔戒啊，索伦的段子。OK， 好，谢谢各位。好啊，大叔有空继续再来开箱，好跟各位分享。OK， 好，拜拜。